这里，我们在去年的那个一样是岁末的时候，也举办了很多啊，猪肉啊一大堆。哦，杀猪肉，然后倒马鸡。对，后来我们喝醉，我们两个就喝一喝，想去透透气，就去那边旁边有个河边，河边我走过去，哎，看到一个人，那个愁眉苦脸，又拿着东西这样，辛苦这样，我们就很好奇的走过去问他这样，哎，同胞，请叫一下哦，同胞，同胞，请叫一下呢，同胞你干嘛？啊，你不是叫请叫一下吗？不是叫你叫一下。哦，说请教一下哦，你愁眉苦脸的这样在干什么？哦，我在把那个鱼淹死啊，那个鱼有没有？鱼把鱼淹死，对啊，来淹死，鱼淹死，淹得死吗？哦，淹两个消失了呢，两个消失了。喂，原住民喝醉的啦。好，喝醉了。所以我们部落同胞喝醉怎么样？有很多好笑的故事。没错，我带来一首歌曲给大家，这时候应该会有一点点的掌声，请各位老师。我在部落喝酒聊天，喝酒聊天，突然发现有那么一点喝醉。我走直线，走直线给你看，我却走到右边。Oh my god， 掉到河里面，怎么掉到河里面？喝醉，喝醉啊！想到小。这个时候问爸爸说，爸爸，这样啊，这个时候为什么要插那个棉球？啊，那个不是棉球，那个是酒精啊。酒精要插酒精要干嘛？哦，让我的皮肤喝剂，打针才不会痛啊。哦，可是还是很痛哎。啊，那个就是你的酒量好啊。喂，啊，幻想，都是酒，我把这歌唱完。喝里面，喝水怎么那么咸？这个喝水很咸哎，奇怪了。啊，部落的水应该干净才对，应该干净才对啊！喝了几口，我才发现，回头一看，爸爸在小便。喂，啊，难怪那么咸哦！所以，我这个岁末年终，很多地方都要出去回家报告。哎，没错。尤其今天我们老师的场合也不适合喝酒，有如果有喝，也不要喝太多，这样就好了。是这样，是这样。你以为是两杯对不对？哎，我觉得是两天。对，两天不对，喝两杯就好了，不要喝太多，那个微醺的开心的感觉就好。啊，那行，诸位老师怎么样？新年快乐。